好朋友来到股市幸运星，现场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标股女王林信荣林副总，幸运星女神好，雨晴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股市幸运星永诚投顾副总林信荣林老师。老师，今天的大盘又发又激，很霸气哦。拜托，我觉得很霸气，好不好？老师，八虾九盘，讨厌死了！这怎么会呢？今天有发又有鸡，明明就很霸气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台积电一上来其他那个就咪咪冒冒，咪咪冒冒，一八六六七涨的那个太阳能啊，全部一八六六七观光啊，观光区啊，昨天涨停啊，今天一八六六七哦，有没有1867？所以台积电搞的啊，可是话又说回来，女生，你昨天不是有已经预告了？都很准啊，我跟你说台积电不要卖，它要涨。来，我们看台积电，女生开金口就知道。来，我们先从标题开始看起，小股灵哦，大股更灵，真的看大股更容易发鸡人工盘哈。发是谁啊？就发哥联发科，发哥大家人人骂的，人人调降平等。这几天很惨很惨的啊。对，几级五太来不？有哦，今天有发了哈。所以啊，有一个东西叫很邪恶，邪恶的大盘哈，来直接看看今天的大盘有没有邪恶。对，好惨哦。对啊，有个迷迷毛毛。那我们看一下台积电有没有迷迷毛毛？并没有，并没有。人家今天涨，今天涨的哦，涨不少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看最烂，不是最烂，被人家骂最凶、最惨的那个叫做发哥哥，落井下石的是谁？小委屈、小可怜。今天还小跌一块，不过已经比前两盘中有翻红，对，它很强的，然后它已经比前两天这样跳空下跌，对，今天已经稍稍的有，你看前几天有没有跳针，今天有没有有点否极泰来的味道了，变成姐姐了。这叫我姐姐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其实它这个跳空下跌是投信也在卖，外资也在卖，两个都在卖哦。是，那以这个我们讲的形态上来讲，早就破颈线了。那我也说过，只要破颈线，我们说真的，这种大股票的停损，就会出现，就会给它出来，因为大部分很多的一些设定的大股票，很多都是用程式交易的，所以基本上那个头一割断了，血就喷出来，它出了血了嘛。那今天基本上呢，小股全部躺平了，躺平嘛，迷迷军工的啦，哎呀，观光，然后我们讲观光的啦。那昨天为什么老师不讲观光股嘛？因为基期太高。你有发现我给你的，我第一时间会给你的一定都是那个形态。女神那时候给观光是在去年12月，对，刚开始玩到疯，吃到疯，美到疯，你现在赚到疯，赚到疯，赚到疯，对不对？女神都是提前领先，就先给大家。啊，军工股我什么时候给大家的？去年大年初四，军工轰炸机11月就开始了。对对啊，储能是1月4号，对，大年初四，对不对？啊，女神用的都是那个哔哔哔哔哔吹哨人呐，看到那个辣妹我就哔给你们看。哎呀，帅哥嘛是哔哔给你们看，这样好不好？对啊，好。投资理财你真的可以很轻松，跟着女神走，财富自然有啊。对，不用太认真，书也不用读太多，对，理性投资就可以了，懂吗？昨天女神还特别讲到了啊，那个台积电哈，你不要再卖它，不要再砍它。来，我们来看，你看看台积电今天的表现，我们看它的 K 线是不是？昨天杀成这样，我跟你说不用了，你放心，这个颈线不会破，颈线在这，我有没有说过？有。来，504不会破，今天多少了，宝贝？516了呀，收514、516，盘中516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代表台积电其实在这里，几乎就是在打底，对，有没有啊？均线在纠结，有。那我说台积电短期有机会上反弹，当它揪完揪密一下，对，就有机会反弹。那个有时候心情很纠结，揪完了之后呢，就是什么呢？给人家揪密一下，这个人家说揪密就是这样亲起来的意思，亲起来就好。所以我们讲，我也跟大家说，最近台积电可以不用卖，因为有机会上来。是，那还真的啊，恭喜大家，这200多万名股民哈。嘿啊，恭喜哈！你有看老师节目的话哈，我相信你现在心没有那么纠结。砍在昨天最低点，你就昨天没有那么纠结，或者是不会砍在上礼拜那种整个急杀的过程中。其实从这一天开始，我就说就有人动没掉，这里开始对大家就在砍了，我就跟大家说，你放心，这个会反弹。那今天就会法说会嘛，对，下午。那法说会两个结果嘛，一个叫如预期，一个叫不如预期嘛，对，对不对？一个叫一个大家都觉得它很差，怕变法会。对，那大家也有变法会的
心理准备。对 对, 對，所以呢，法会早就开了。哦，已经反应过了，是不是？叫到咧阿弥陀佛啦。哦，了解，已经念完了的。对，念完了，结果没有往生。哦、然后呢，就再来就是，如果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没有那么差的话，他就有机会。所以。台积电相关供应链就会 相对有机会反弹，这也就是今天有很多小股票这样跌得稀里哗啦，尤其高基期的。那高基期的我可以不要举例吗？因为会伤到大家。女生是很自卑心。对，老师每天盈利学堂都有教，你自己看看你的股票是不是天边的彩虹？那你是不是昨天不小心又给他追了？好，还是前天不小心又给他追了？那你自己就要看着办。懂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其实比较明显就是人工盘嘛，除了拉巴拉基，那海线大哥。对，其实今天他们也有出力耶，还有拉海拉船，有看一下零三开始先看。长荣阿荣，大家记得长荣哈，我大概在这里就一直讲了，这个可以不用卖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们发现长荣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但是我说它只会拉，它不会喷，它是就 hold 盘用的，对 ，hold 盘用的。对，上个礼拜盘不好。那我有特别留意说，特别跟大家说，你要留意哈，外资或是投信有没有慢慢介入，还真的有，投信有介入一些，外资有介入一些，那这两根黑 K 基本上是外资有调节一些，外资有调节一些，但沿着五日线操作我觉得还可以。那当然啦，瞎子都看到第一波压力在这儿吧，哦，你应该看得到吧，这很基础的，所以基本上170左右站得稳的话还可以续报。 OK、哦、好，170关键密码哦，记起来170哦，170，那是阿荣长荣，对，你的男朋友身高最少要170、哦、好，这是观察的密码，长荣你的身高要涨到170、哦、关键密码记起来，还有机会头好转转。 OK， 看还有阿明杨明明耶明耶，基本上跟长荣比起来当然没有阿荣好看。对，那他当然它有两波压力区，第一个在这儿，第二个在这儿、那第一个哈，因为离很近，所以相对压力会比较大，也造就着阿明看虚弱、但是它还在多头架构上，所以阿明的好朋友你可以来找我，好，不用等他。阿明呢，说实在的，来问自己来问，你可以自己来问，有阿明的，有阿荣的。 OK， 好，小老鼠 H 跟着老师来，好， HAPPY 1788，小老鼠 Happy 1788，自己来问，自己来问。然后另外的阿海咧，来海哥哥。我之前也说过海哥会是最弱的、那真的是最弱，你有没有发现真的很弱哈？那因为他做的比较偏散装货运嘛，那以现在来讲的话，大船是赢小船的。那我们讲如果要做小船也不用做到股本这么大的小船，是以这个我们讲的前阵子比较有涨的那种更小的迷你船、我也说过前阵子是盘整盘，对，它、一定是出标股，对，280亿的不是标股，因为它标不上去。哎呀、你今天一个男孩子，你要抱那个体重280公斤的跑比较快，还是要抱一个大概30公斤的、50公斤的？哎，对对，最好只有3公斤、5公斤的哈，抱我们家的小金球跑得更快。哦，那真的转起来也算很快。是啊，是啊，好幸福哦，啊、okay, 还有加持这个概念，所以你们觉得做股票其实很简单，你把正确的道理懂了之后，那你就可以复杂事情简单化，对，复杂事情简单化，你就比较容易。操作容易操作，胜率也会高。对，不要满手不是金融股，就不然就是满手的昨天的面板、不然就满手的、今天面板有涨啊，顺便带一下好了。昨天啊，多少人在掉眼泪啊？是啊，来来找女神啊，对啊，女神帮帮大家。群嘛，今天面板是不是有涨？是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当然是，哎呦，K 线怎么会这样呢？老师调整一下哈、来，这变成五分线。好，这样子、那我们看它是有涨，对不对？好、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在高点是谁在调，投信跟外资都在调、那今天这个红 K 给你看、它因为打到季线，季线上有反弹、是正常的现象、切记要换股操作，有弹减料就是给砍，对，给砍，了解、这种东西没什么好山盟海誓的、我昨天已经提过了，有未来好不好？未来不好，已经解答过了。我昨天已经麻烦你看昨天的 VCR，OK，、thank you， 我们节省时间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看啦。那如果说女生说我们用铜板换铜板的话，是啊，你看给它换下去，来阿碧啊，有没有今天再来一根涨停板？我们直接给大家看阿碧哦，这个阿碧，我们一只一只看好了啦。对啊，这个阿碧哦，今天够厉害呢。好美哦，女神！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那个灯红灯亮不停啊！是啊，你什么时候换过来，你就什么时候该闻出运了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的危机就是转机啊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在恐慌，你在那边流口水，你会开心？好，对不对？再看，还有啦，今天还有一档科研1786的科研哦。对，我们看一下科研。哟，也是今天有，它今天有亮灯涨停，然后拉了一条长上影线，因为今天。
大家都在，嗯，有赚就跑，有赚就跑，是，哦，这种概念。然后我们再看其他，还有大疆，这个大疆8436的大疆，这都是母亲节概念股。是。那么你看它今天是 AK 但是它是创高的，创高，因为今天卖压都很大，短线上有人拔档。嗯，但没有关系，好，洗一下无所谓。Okay. 那老师也说过，老师的股票你可以不要用追的，那你要追，只要颜色停损就好了。好，那以这种就是三线均阳，那基本上你如果想买，你凹动量出来，你再做一个买进的动作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大操作都教了，对，你看我都教了啦，公司的教，对，这在顾啊，但是这篇基期比较高一点的，哈，所以要颜色停利停损。那我们再看下一档，4190左灯，好，推身体的哈，推推越推越高，越推越高，推上去，推上去。今天也是创 高，对不对？越推越高。那从老师跟你们分享给来，已经第三天了。对，你怎么随便买都随便赚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所以这一组，这一组给妈妈美丽的、漂亮的，通通都全部都很漂亮。是是是，那我们再看看这一边，好，我说过电商概念股，一种是直接把妈妈抓去，直接给她吃，给她美美的打下去的啦，啊，推下去的啦，这叫 B2C， 就是 Business to Customer。这左边这边，右边这边是 B2C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再看这边，就是真正的所谓的电商，电商就是卖东西给大家，还有扣金流的。那我们讲电商的部分分电商平台跟第三方支付，要有概念，一个叫金流，一个叫电商平台。懂。好，等下来几个亏点嘛，几来，得得收钱。了解。啊，来再放诶。呵呵。我大概这样概念有哈，好，那我们知道绿界昨天创高，今天拉回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创业家呢是领先先漲停，领先先涨停的先拉回。对，那今天6741的91 APP 还是创高，那么美而快呢？昨天创高，今天拉回。那富邦煤呢？今天也是做拉回。好，这一些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一排的形态。好，我们我们是跟他讲，哎，涨停也再来跟你讲啦，还多嘛也跟你讲啦。来，好，我们先看谁？先看，先看九一 APP， 九一 APP 来。好，我们先看九一 APP 哈，6741 APP。好，你帮我挡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先看它的形态。低不低档？低啊！你看老师对你们好不好？真的都是低啊！大家都在讲军工，大家都在讲那个观光拜外太空，我已经开始跟你讲这个了。那你来看看。来底有人无？有哦，投信啊，有人哦，投信买一米暖，我都嘛买一米暖。你看老师对你好不？所有的均线都上扬，自己看着办。来，再来下一档，我们看个8477哈，谁呢？好，创业家，创业家是先反应的，对，他先涨，底部会洗是正常现象。好，那老师说，如果你是底部的股票，你要耐洗，那也不用抢啊，你等。凹洞量出来，今天有没有出量？好大一根黑 K， 没有量，没有量怎么出货呢？所以啊，而且没有人会在底部出货了。啊，懂哈？你懂我懂就好。再来下一档，6763的绿界，好，绿巨人，绿巨人昨天创高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拉回，昨天500多，好，来到550。对，那400多买的可不可以卖？我的感觉看几百块啊，看几百块，人家做跌损还塞呗啊。当然。哎呀，给人家获利下车，洗清浮额之后，我告诉你，来，好事还会在月线跟季线已经纠结了，再来这三条线纠结。结之后，风筝线对就很容易揪咪上去，了解吗？懂。为什么呢？我说过，在底部的股票又基本面好，又会赚钱，对，赚40%，对，而且赚两个股本，对，那股价呢？说实在的，哪个老师会给你这种东西？曾经的千金股，1500多块的千金股，你看是不是像？你看它的形态像不像之前？像不像？真的耶，我们的是金哎，对，像不像普瑞？然后像不像5269的翔硕？哦，对哦，深海大师班啊！你再回头看，我给你看6763绿界，五行嘛，哦吼，变白哦！真的，女神你好强哦！台股老师真的在照顾大家，台股1000-2000档，你去能够找出都是长这样子的股票不容易耶。所以我们的团队是佛心团队，真的用心又有佛心。其实我是觉得有一个节目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底部的股票，并且是好公司，好股票自然会给你好公道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基本上呢，这个是绿界的表现，对你才能所得所不得，然后不如心安理得，你这样买股票是不是心安理得？你就不会哎呀所得所不得啊，嘛大家那欢乐来欢乐塞，所愿所不愿，然后不如那个心甘情愿的卖安内哈，不要让自己的心乱掉。
心安平安，心安理得的买，心安理得的赚，你才能有信心的赚一个大波段。就像六四七二宝瑞，懂？再看一次宝瑞，哦，那不得了啊！这是我成功的案例，这个真是对，太猛了，你有没有心甘情愿？心甘情愿，为什么啊？财报好，为什么叫你买啊？就最低点了啊！你打底一百多块，已经打到天荒地老了、啊，海枯石烂了。对啊，啊，所以你看，你只要是找到干净的水。安全的 水、啊、漂亮的 水啊，你就会这样波波高波波高波波高啊，就能够说一涨到二涨到三，三涨到四，四涨到五，五涨到六，六涨到七，七涨到八百五啊。对啊，啊，像这个就是不漂亮嘛、啊、因为水不漂亮，水脏掉了、嗯、因为它的业绩不好嘛、嗯、那你如果这边买、哦、有的人跟我说哎，我三十块买好可惜，我三十二块没有卖，其实不叫好可惜。那时候你三十块买，你已经错第二步了。嗯、然后呢，三十二块没有卖，叫错第二步。然后呢，停损应该在二十七八块，你就该停损了，你又错第三步、嗯。然后呢，一步错，步错，因为把它看太好，就变连环错，一直连环错下去，一直。我告诉你，凡你想控制的结果，都控制了你。嗯，弘一大师说的、啊嗯，你是不是想控制它的股价？嗯，有没有？嗯、我三十块买，我三十二块不买，我跟你讲，阿伯，我要等你，我回本再买。嗯、你在控制它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控制别人有多累，更控制一只股票、啊。你的我值太重了。对，我觉得它有机会反弹。我觉得我可以给它抱下去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好，我们回过头来，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母亲节商机股，我们刚刚都帮大家追踪过了。还有一只没有追踪到。还有美而快啊，好，美而快，来五二三一是不是？三二一，五三二一，好，美而快，你看老师给你们的股票，嗯，每一只。把它拉长，好，你有发现也是底部的股票，是没错。然后这里有没有横向整理多久？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。它第一波涨这么一点点，然后整理四个月，那你看有没有外资进来？有，哦，那个有没有外资大大吼、啊？今天甩掉，嘿，对不对？昨天有没有创高？今天有没有整理？嗯哼，你有发现老师给你股票没有那个外太空的，嗯哼。那大家喜欢追这种，在大概这里外太空都会爆量。我给你股票刚开始都不会有爆量的现象、嗯、对不对？一开始的宝瑞也没有啊，没有量啊，没有人知道啊。那为什么、嗯、为什么老师会给你母亲节的这一方面的概念股、嗯、而不是观光概念股、嗯、为什么、嗯、因为其他观光的都上去了，那是高基期，那你爱赚多少你自己决定，那、啊、你有价差大大，你把它当波段股、嗯、今天不管是寒色跌停、嗯、或者是什么好，那些观光股不要讲，都跟你无关、嗯、因为老师是十二月就给你了。去年十二月啊，有没有玩到风、吃到风、美到风、刷到风，你都赚到风了哈。这个我应该压个日期，压四月十七号。是，好，我们、啊、明天待会补上去，你看清楚哈。好，所以母亲节商机，以后他们的财报都会不错了。女神是第一个吹哨，信不信由你了，吹哨人哦。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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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好，重点是现在啊，现在我们的定高机二点零啊，欲罢不能啊，这个定高机真的很威很猛啊，很多的好朋友真的都很想跟着女神一起来以小博大，那个六千块拿到。真的都说女神我六千块拿到了，女神我们都要跟你以小博大，来六千块拿过来定估资财猛真的以小博大企划案是哎、欸，这洗盘你知道我多开心吗、嗯、喜越凶女神越开心，因为未来股票喜越凶未来会飙越猛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它呢会越安全，它、嗯、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它会越干净，对啊，未来就漂亮、啊、呢说实在的，当它股价又下来的时候，那个财报再出来哦漂亮、啊、更漂亮，所以啊危机你们看到的是危机、就是、我看到的是转机，对哦，你们看到的是危险，我看到的是机会，你在难过，对不对？你在伤心，我在开心啊，哎，所以呢定估值我们 2.0 版的是锁定在铜板股，很多是百元掉下来的、嗯、千元掉下来的，有千元掉成铜板股，你信不信？从千元掉下来的铜板啊，这个铜板女神我一定要锚起来，好好的给它收刮起来，给它定下去，我们就买一只定估值 2.0 铜板股，我们一起以小博大喽。第一个目标是让它变成几百块，百元俱乐部，百元哦，好，我们的智冠也今天有百元啊，是啊，昨天来到101智冠集团嘛，对啊，它现在百元站稳稳的哦，是啊，恭喜恭喜哈，恭喜发财。好，那下一档到底会是谁呢？02-2542-3555 02-2542-3555，或加入小老鼠 HAPPY 1788，小老鼠 Happy 1788，点图填表单完成报名哦。
02254235555 02254235555。政府补发的6000块，你拿到了吗？现在女神要帮你以小博大，帮你把你拿到了6000块，能够放大放大再放大。现在天时地利加人和，女神要带着你来定高基、定估值，现在来到2.0版了，继宝瑞、精锐、普瑞之后，现在女神要带着你来2.0版的定高基同板股，你的最爱，我的最爱，究竟女神相中了什么样的同板股？而且要带着你从同板股赚到百元俱乐部呢？现在把握02254235555，或加入小老鼠 HAPPY1788，小老鼠 Happy1788，点图填表单，跟上女神6000定高基，以小博大企划案，女神带着你来定高基，给你 Only One， 让你翻倍赚。02254235555，或加入小老鼠 HAPPY1788，点图填表单卡位喽。女生，你永远都是台北股市的那个第一个吹哨人。对，从去年到现在，刚刚我们上半场不是在讲吗？连那个观光旅游哈，女生也都是第一个 B B B 给大家的。那时候还在讨论解封哦，还没真正开始解封哦，女生就已经帮你找出，给你会以后让你发疯，玩到疯，赚到疯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连吃到疯，你看吃到现在，人家全这个全台湾最贵的水饺锅贴叫做八方云集。哎，那个时候我有给大家，对不对？全台湾最贵的饮料叫六角，那个都是女生第一。一波就给大家咯。是的，好，所以你看啊，包括生技界的台积电，生技制药的台积电，宝瑞，宝瑞，我们的大宝，我们阿宝，小宝变大宝，变胖宝，变元宝，是啊，最佳男主角当之无愧呀，是，恭喜大家，真的一字头飙到850啊，是，然后资安创高今天也拉回整理吗？嗯，还是很强啊，对不对？是的，然后资安大阿哥8月份啊。那个时候七夕节来台啊，90几块铜板股啊，那时候大家很怕中共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因为他飞机飞来飞去嘛，最近胆子都肥了，军舰都飞过，都已经飞过来，飞机一样过来，大家就比较不怕了。但那时候的精锐才2位数哦，90几块铜板股哦，对，后来飙到快300块。那时候老师也说危机来了，但是你转机就到了，没错，他的好邻居，转念转念转着我要赚钱的念就对了，懂懂吗？好，阿喜金哎。500多块啊，是啊，飙到千金股啊，对啊，女生第一个开枪，第一个 BBB 吹哨啊，我说以后他小金库我弄成大金库给你看，是啊，我弄成大金库500多，弄到1000多，对啊，深海大石斑也是啊，670，对不对？飙到1300，670公斤，给他弄到1300多，台来加，好滋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阿麦之虎、雷虎，吼、哦、雷虎啊，或者是轰炸机的宝一合成啦、啊、等等，然后大年初四的储能概念股也 是女神都是第一个。吹哨人，对，3月份吹哨继续吹，吹集团打群架。吹币是不是宏基？我说会先动，有再来动智冠跟大宇资，是啊，未来有机会就 Oh my God 集团，因为动的会先从绿界开始，因为他就生意好，没办法，人家赚钱呐、啊，是、啊，对不对？他就随便就赚了2个股本呢、啊啊，虽然他股价从1000多哈，跌到1500多，跌到剩400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是500嘛，对不对？哎呀、啊，只涨100块而已啊，只涨100块，一丢就10万块呢。还没啦，高价股，高价股起100块，我根本就无起的意思。以上就是这个。10万块哎、欸，小嘿好假人10万块，是要买啥？你知道？凊彩一个 LV 包，一个香奈儿包的20万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啊，一个爱马仕包的100万呐、啊。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吗？不要，我们不要被限制住，好不好？跟着女神一起来赚啦、啊！我们现在来赚同班股，好不好？你会是有钱人，你一定要这样想。对，我们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，對，千万不要让。那个限制了你的那个、好 OK， 所以集团打群架，第一个集团先开始打的是宏基集团，宏基大致的涨比较慢，所以涨了13%，对不对？然后斩基，我说白斩基，对不对？也涨了26%，安基 Angel 是个小天使，对，涨了34%，建基就是我们的小金鸡，老师的旧菜香喷喷，对不对？来，有没有66涨到83%，涨25%，然后6811的宏基资金。加的资就不一样，对，38%，最厉害的就是学员单边操作的智联福，对不对？88.84%，真的是给你发了哟、啊，开心哈，幸福，恭喜发财，这是宏基集团啊。另外我们的大宇资家族嘛，也没有输人啊，都是同板股啊、哦。安瑞也涨了70%，有，全达也涨了29%，将近30%，昨天还涨停，有没有？啊，来，和正也涨了56%，大宇资也涨了46.95%，漂亮，挡挡。同板股啦，你说嘛、啊、女神告诉你现在就是同板股当道，小鬼当家 啊， 啊，你看这一档一档偷偷的
就涨上去啦。对，重点女神就是那吹哨人啊，更不要说了，我们这一档第一个吹哨的幸运星女神400%。400%，恭喜发财！恭喜大家！哎，大家都有赚到钱，我就很棒。赚大钱要记得捐小钱哦，捐小钱，我们有福报要不断的累积，把你的那个福报多累积一点，放大放大再放大。我们讲有时候财多身弱，你身子 hold 不住，再多的财灌进来你也留不住，你 hold 不住它了。我要涨了你就卖了，那就累了哈。懂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跟着女神，我们来以小博大。有6000元，政府给你了6000块，哈，这个是小钱啦，用小钱来博大钱，大钱这才是幸福，好不好？要怎么博大钱？定高基，定落去啊，惊一下啊，这么塞干呢呀？那铜板股，那铜板金银财宝多到不行，真的。前阵子涨的都投机股。消息面的，就财报不是很好，但是很会飙的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有机之谈，那个从上面跌到下面再打底很久的，然后财报很好，现在很好，未来更好，越来越漂亮的，漂亮的水，漂亮的水，来漂亮的给它垫高基，太好了，我们要跟着女神一起来 Only One 翻倍赚，来直接拨通电话02-5423-5555，或加入我们的 Light 群组，小老鼠 HAPPY1788，绿色框框扫起来填表单。再次感谢永诚国际投顾标股女王林信荣林副总和好朋友做的分享，感谢幸运星女神，谢谢雨晴，谢谢全国的投资朋友，不要忘了幸运之星在永诚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老师祝所有的投资朋友操作顺利，6000定估值，以小博大，机会来咯。 OK，02-2542-3555，02-2542-3555，政府补发的6000块，你拿到了吗？现在女神要帮你以小博大，帮你把你拿到了6000块，能够放大放大再放大。现在天时地利加人和，女神要带着你来定高基、定估值，现在来到2.0版了，继宝瑞、精锐、普瑞之后，现在女神要带着你来2.0版的定高基铜板股，你的最爱，我的最爱，究竟女神相中了什么样的铜板股？而且要带着你从铜板股赚到百元俱乐部呢？现在把握02-2542-3555，或加入小老鼠 HAPPY1788，小老鼠 Happy1788，点图填表单，跟上女神6000定高基，以小博大企划案，女神带着你来定高基，给你 Only One， 让你翻倍赚。02-2542-3555，或加入小老鼠 HAPPY1788，点图填表单卡位喽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